春燕公主精心挑选。丽蓉，你这是在玩火？春燕开始，请公主。 诸位免礼，谢殿下。公主赐座。公主有话，今年公主殿下想玩不一样的击鼓传花。 一会儿面前的取水中会飘着一把芙蓉杯，击鼓开始后由公主殿下喊停，芙蓉杯飘到谁面前，谁就得喝酒，并表演才艺。君子六艺，皆可。 不知卢公子有何才艺？我擅长吃鸡蛋。卢公子的才艺果然别致。上鸡蛋。 停，请恭敬。 殿下，冒犯了，乱弄的绣花针，好罢了。赏。此乃公主精心挑选。谢殿下。丽蓉，你这是在玩火。